他应该来找他交易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这个。书柜没有书柜。好、哦，两个绿宝石加一本书等于丝绸之处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个工具嘛，那个也、欸、靠不是你。你到底是什么鬼呀、啊？把这挖掉好了，搞不懂。那就是把工，这个是工具的。哎、欸，靠，这个，靠，我都猜错，这个是工具的，附在这没有效率啊。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附魔台。没声音，我讲话没声音还是你没有听到声音？好忙哦，每天都这么忙吗？来挂这个，叮叮叮。在家53分啦，要升等才更新吗？不是刚已经满等了、欸、没有更新啊，你怎么还在？还是说高炉才是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气将是沙轮呢、啊，对啊，武器将是沙轮呢、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那武器将你还在？去换灯笼吗？决定这边放一个方块了，跳不出去。他变制甲师了，
哎呀，哎，不是对啊，哎呦呦，他变了，他变了，耐久锋利很少之刃，哇哦，不是你。没有哎、欸，大师了，不会再更新，那白天才会读。你，你、嗯、有更新东西？没有，一块钱。好了，我们要去王国之战咯，这个只好关台后，不吧，十点之后继续来弄。武器。铁斧还可以换啊，然后有这个，这个不用换，我换这个就好，可以换这个，然后把这个砂轮洗掉，自己不想要的啊，完美。好了，换一下画面。1:14哦，我的天！我想说，无聊再来开就不行。哇，好意思拿大师球啊！好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每年是2倍，对啊，不想在狗圈散步了，开始懒了。对，不想在狗圈散步，都要养猫。我每天都要带薯条去散步、欸，哎，很扯。薯条想要散，喜欢散步。猫吗？哦，我们家兔兔也是、欸，好神奇哦！开台，8:06，开台。哦，你们忙就好了，你们忙就好了。八八八八八，8:06，什么？连杰克也是顶着。对啊，越来越多要顶，对啊，往后边当第一嘞。没有，我你力气比较小，你到底是顶什么啊？那个大师球不是那个不是啊，不是那个是悠悠球，好感度的悠悠球吗？粉红色的，刚刚像是顶什么？我好像没什么好顶的，你可以顶一只牛啊，顶一只牛吧，一只牛，顶到一台车吧，你断顶一台车吧，牛，为什么是一台车？顶一台小车车，小车车吧，不会啊，可爱啊，可以开车起来，啊，好吧，你顶个8万，今天的王国之战，哎，我们要来玩比较特别的，我们要来和平协议。好，就是等一下呢，会开启间谍，但是双方两队的国王
全场的人都不能打他，只有间谍可以去打。哇，好不好？不论你间谍是在那个还没投票之前，当然那还打不了。你被投回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打对方的国王，只有间谍可以去打。哦，对方就是打国王，就只能间谍去打。那如果间谍被投回去，他还当上国王，那他就是一个可以打对方国王的国王。哦，就是只有一开始被选中间谍的人才可以去打其他的国王，才可以这样。他如果是用炸的嘞，那其他人可以用炸的。那国王可以反击吗？看来的是谁啊？就是只要是国王，那就是不能打，除非那国王是间谍转化的嘛。啊，但是比较困难，对，就基本上国王和平协议，双方达成和平协议，双方都不可以打国王。就只有间谍坏，间谍哦，间谍坏，在间谍打国王就怎么做？国王可以反打间谍吗？国王可以反打间谍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其他人都可以，就是彼此互打，嗯，人民彼此互打都可以。只有重点就是国王，好不好？哦，国王被打是些限制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今天的国王可以比较 peace 一点，就不用担心人山人海的过来。哇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当国王好了。对，国王只要担心会不会有很多手榴弹飞过来而已。喂，还有弓箭也可以吧？可以炸，但不能射，不能打。哦，不能射，不能打啊。那如果在远处看不清楚，不小心射到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就如果被检举有没有可能就罚个钱这样啊？国王主动揍平民，平民都可以揍啊。嗯。国王，就是你对他怀疑就揍他。但重点就是，因为你间谍可以打国王，一定是代表间谍被票回去嘛？那大家都会知道那个人是间谍，对。哦。就那个人他可以打国王，那其他人当然也可以去打那个间谍，对。哦。你想太复杂，对，就是国王都不能打，只有间谍才可以打。间谍可以打。就这样子。他其他国民可以乱打，没关系。可以乱打。对，乱打国王。不要打国王就好了。这个协议只有国王跟国王之间而已。哦，国民还是很暴动，控制不了国民啊。都是暴民，我们对，都是暴民。那如果是中原大陆这样，好像国王比较容易被炸到啊。哦，你不能打，我们就只能开炸。好，炸，所以可以炸国王就对了。可以炸，可以炸，不能炸。你要油炸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要煎、煮、炒、炸。你要咆哮、口臭，它也可以。那你可以放屁。那我要转职3%几率动那个小屁孩。那就来随机分队。啊！哦，感觉这场当间谍也不错哦，可以去打光。我看你瞬间。按键本，我看他头像，你要找不到是哪里？我也找不到我自己。到底是谁呢？六个人，然后刚好33分诶。真的诶。那就分开来。好。那是打哈欠吗？多累？到底多累？好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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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要观众场就去 DC。可以是少一个人？谁迷路了？谁还没来？影月，没来的举手。影月，影月，影月，影月是间谍，间谍 ，D N 抓到间谍，影月间谍 ，D N， 想要玩的可以去巧克力 D C， D C， 我看到影月还在那边跳来跳去，他还很开心，来了，你还在那边开心的跳来跳去。我在聊天，我来了。他跟对面聊得这么开心，好，好，已经是间谍了。嘿嘿嘿，和平协议之战，只有间谍可以打国王。谁是国王呢？我要当间谍。哎呦，国王是谁？是我。我是对面的间谍。哇哦！哎呦，只有间谍可以打国王哦。来啊，打我啊！来啊！我来。你是不是很想打允月？没有，我要打直接去隔壁打就好了。好凶，好凶！哎呦哎呦，我们要在第几层呢？这好像不要太低耶。我们之前是在第几啊？50，我忘了。我这边很有钱哦。哎呦哎呦，我才刚下来哦。你们谁最有钱啦、啊？没。我在往本机那边挖，本机你是不是蹲着挖？他蹲着挖，你看我 ID， 你看我 ID。
他怪怪的。好、哦，哎、哦，都是自己的，你为什么要蹲着挖？没有，我怕被人看到啊。我在你后面啊。我可以集资啊。没有，我是挖脚道下去的。啊！你要接到我这边啊！好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今天好有钱哈、哦，一个人呢、欸、我。哎、欸，这边一堆钱啊，挖过来。我正在挖你那里啦，很远的。我在挖本机的钱啊。哎，十块了，我有十块，我有十块，十块，赶快去，有十块赶快去吧。我没钱啊。本机可以了，感谢你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是九块，挖多挖点啊，把它弄成黄金。看错了，我九块不是钱都被挖光了。哎呦哎呦，繁星很快哦，繁星 super 级的快哦。有人帮我挖钱啊，有人帮我开路，在后面挖铁而已啊。哦，快到底是好身份还是坏身份呢？我是狼人。我昨天晚上看到他全身上装，他是狼人。哦，你怎么都没有黄金啊？没黄金了啊，赶快啊！本机铁给你，20块，20块就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搞一个黄金。你脚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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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脚下。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不是有十块了？你20块就可以去了。Go！ 你还挖那么多？啊，你不是20块？你原本有10块啊？你不是叫我20块？中间那个20块的稿就可以了。赶快抢，赶快抢！来了来了，他们都在换稿喽。本机等下有铁都给你。哎呦，还没挖到。有，你那边有，我这边也有。你右边，你右边啊，这边也可以。哦，有，够了。终于有钱了啊！有钱啦！我们玩是影月最穷啊！我好穷啊！国王、欸、中间怎么挖、啊？走到中间去再跳下去吗？对，跳下去。没有抢过。那个要慢慢摔下去啊，一次摔挂的啊。我有10块。哦，经验。啊，是啊，好了，爆了。他自己有去吗？他自己有去吗？没有，杰克已经，杰克先挖了，被挖掉了。哇，啊，完了，我被质疑了。对哦，完了。好啊，票啊。他有可能想要我是公爵，来砍死你哦，你不能票吗？他搞不好是抖音教主。哎呦，我觉得很可疑哦。对，有问题。有问题，你的身份卡是不是一个坏身份啊？没有 ，INNOCENT， 哎呦 ，innocent， 哎呦，背起来了，是不是背起来了？对啊，玩那个玩到背起来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你够了吗？啊，好好。够啊。欸、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道具是 Q 出去才行启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如果打开商人的界面，然后直接拉出去嘞，懂意思吗？就比如说我现在对着一个商人，然后我是把瞬移丢出去，我画面是不是会卡着商人，然后顺走？啊，有没有？距离过远，商人不是会自动关吗？对啊，是哦，嗯，因为、就是就像你被推走啊，哎、欸，摔倒吧？为什么这里有个洞啊？哇，哈基挖的吧？哇，哈基，你的洞这么大，这真是我的洞啊！不要乱钻啊！我不想钻啊，不小心就滑进去了，走着走着踩下去了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就越挖越大嘛。你就这样隐约这样直挺挺的滑进去了，不是他觉得好害怕，他强硬的跑进来的。他好奇怪哦我是觉得你们该换稿了，等一下如果又被什么领钱了就没了啦有换到怪哦，好冷哦，奇怪，觉得害怕怕哇、欸、我今天好有钱哦，我呀怎么这么有钱啊？想上去啊！但哇，好强哦！还好有换到哦。啊！你的信用卡破产啦！刷爆啊！你的稿有先换吗？他有铁稿。哈哈。没换，至少换。不一讲。好，我可以一跟二，努力三，看你们。好。好，我努力赚钱。好冷哦，贡献150呢，嗯，150块就可以洗刷罪名了，感觉不错。
哇，这前期这150多重要啊，拜托。哇，所以哈基，你想要贡献什么吗？你可以再贡献150啊。我在赚钱，贡献那个第三阶。然后看到哈基拿着台币150从里面的那个门缝里面都出去了。再进来吧，150块拿去拿去。台币的话可能要美金哦。现金就要是美金才行哦。那转账可不可以？要看当时汇率咯。那这样好了，哈基用你的卡帮我刻一单好了。差不多嘛，100美金嘛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欸、应该很情愿才对啊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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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小雨去他们的翅膀了，我们家翅膀我拿了。好，好，嗯，我来到他们家。第三季多少钱？150啊，150啊，也是一个150。国王送给你，然后你屁股旁边还有、哎，可以吗？那我去生。还、哎、有现在大家各种送钱，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我先讲哦，我生完就没钱了、哦。我去生，我去生。哎呦，这个洗刷、啊，哎呦，大家在抢那个名额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云月你也很有钱了耶。他是国王哎、欸，不一样。啊、我要去买技能了。对啊，努力。哎、欸，我要买的，你怎么跑买走了？哦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想买呀、啊？对啊，你钱根本不够，还在说想买。我等我赚到了就有了。你心根本不在这里。我心在没来的那个人身上。没来了、欸、哦。谁呀、啊哎？很多人没来啊。哎呦，究竟是谁呢？酱油呢？还是？哦，抢钱抢钱抢钱！哎，有抢到！你在抢他们钱哦。还养棺椁？有哎，他现在已经觉得很烦躁。刚刚想要把自己堵起来。波波在哪？其实刚刚好像我看到本地在抢我的脚下黄金，只是我不想去计较了。好、哦，怪怪的，我抢了这位的钱。好、哦，什么枪？哇靠！我差一个金砖，可惜。听说好像拿一个技能还不错啊，恢复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恢复还好。恢复普普通通。那、啊、还有什么可以用啊？嗯、召唤瞬移咆哮。好，那个无敌啊，无敌买保险好不好？无敌小雨今天有点那个强迫症哦。哎呦，小雨有点强迫症哦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这么快就强迫症？好，先这样，我继续赚钱。我还要把他的阶梯都挖掉。好久没有这么爽啦！我这个大好人啊，坏人。你们怀疑就来看他们啊！他们的洞穴都被我堵起来了。凡是破坏强迫症的都是坏人。怎么破坏强迫症？破坏强迫症，就把地板弄乱七八糟的都是坏人。哦，你这样越说，我越把他们家弄得坑坑巴巴的。哎、欸，中间有没有要抢吗？有啊、哦，你好，好，你好。为什么？好，那就给你抢，因为我还有翅膀。有一个枪前杰克吧，没关系，你直接用挖的、啊。毕竟我有翅膀。小雨也过去咯，我也过来，我也过来，我也过来。哎、欸，如果他不能打国王的话，是国王去抢比较好啊。可是你对啊，可是他、欸、哦，也是，可能来不及了。啊，来不及了。哇，这被打去了。哇哇哇！财产均分，你们赚还是亏？亏，我看一下，亏，亏了，哇，金协议是很均分，哎，应该也没有亏多少。等一下，这两个国王一起，你们是玩和平协。